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呢，今天又来到了周末啊。那我想呢，这个股票市场啊，我陈老师，我常跟大家讲，其实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啊，你可能都永远都看到自己的股票了。哦，为什么？因为你都是看技术分析嘛。那你既然选到了一只你觉得不错的股票啊，可能就是抱着。为什么会抱着呢？就是都没赚钱嘛。我就一直抱着了，可是你永远都看不到，你这样就变成就是说你永远都看不到别人的股票了，对不对？你就永远都看不到别人的股票，看不到其他的会标的股票嘛。所以陈老师，我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我常跟大家讲嘛，对不对？就是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嘛，人挪活，树挪死，对，树不能断动，对不对？树乱动了可能会死掉，对不对？因为盘根错节，但是人你要活啊，要不然再长两只脚干什么？哦，所以人要挪就要活了。哦，所以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谈这观念，说啊，陈老师啊，我股票我就破的，啊，不是要安怎？所以呢，你在做股票的过程当中，你好像树一样，对不对？买着就是不挪了。哦，所以人家中国人讲一句话真有道理啊，人挪活，树挪死。对不对？树不能乱挪，但是人呢要挪来挪去，挪来挪去嘛，对不对？你看我就跟你讲，你看人爱黄仁勋，对吧？招来招去，招来招去，股票都在记啊，对吧？人挪活嘛，对不对？所以你一样，你买股票，你老是都是，对不对？这个永远看到自己的，永远就是那么几只，对，你也不要，你也不去看看别人的，你动都不动。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买那什么 ETF， 那就更是标准的，对不对？什么 ETF， 它更是标准的啦。那说句实在话，很多人买那个什么009什么的，我跟你讲，你去买那个东西，说真的，那里面虽然有成分股，哦，那些投信、那些券商啊、那些基金啊、那些券商啊，把你的钱都拿去乱炒乱买，我跟你讲，他才不会去给你买那成分股嘞。啊，我跟你讲，我这个哈，哦。啊，什么？我这个009什么啊？里面有什么成分股？有什么成分股？你不要傻了，他把你的钱拿去那边啊，乱七八糟啊！对，乱七八糟啊！你怎样？乱七八糟啦，我跟你讲，你就知道意思，乱七八糟啊！哦，那些 ETF 啊，那些券商啊，什么群益啦、元大啦，什么的乱七八糟，富邦也是一样啊，把你的钱拿去乱七八糟，你怎样？因为啊，没有啊，他会买我的成分股啊，都是那大型股。我有时候常常觉得大家啊，非常的天真、活泼又可爱啊。很多人都说啊，我去买那 ETF 哈，我也可以配息哈，我可以高股息什么的，乱七八糟啊。然后他买都是买那个大型绩优股啊，对啊，大型绩优股就很稳嘛。那其实我真的讲句实在话，那些 ETF 啊，那些券商啊，什么群益、元大，把你的钱拿去乱七八糟，乱七八糟，那都不要讲名啊。哦，他收了那么对不对？上百亿、上千亿，他在里面干什么？他真的去买那些成分股吗？当然，你要做给金管会，要做给怎么看？当然，那个账本当然是一套一套的啊。但是私底下叫里面的那些操盘的人在那边。所以我就跟你讲，之前不是有很多投信基金经理人吗？出事了。那你认为，那你买那 ETF 那些券商的基金那些经理人呢，啊，会把你的钱拿去乱七八糟呗？哦，我陈老师常常讲啊，陈老师不会啊。你真的天真活泼又可爱啊。那当然，你分到那个股息，你分到那么一点点钱。人家贪那股息，结果他把你的那几百亿、上千亿拿去乱七八糟，拿去乱七八糟啊！哦，怎么乱七八糟，我们就不要讲了。那当然，这个都跟政府配合嘛。因为我常常跟你讲说，政府的那一些退下来的那些财政部长，退下来的那些金管会的部长啊，都去这一些投信当门神嘛。啊，都是这些拖到投信券商啊，这搞这 ETF 是谁搞出来的？都去当门神嘛，所以一定要政府就是跟这 ETF 这个操控后面操控的人这一些要配合。为什么？因为都是
过去政府退下来这些部长级的，去里面当门神、董事长、独董，哦，所以你去查查资料都是差不多。所以台湾一个股票嘛，另外就房地产嘛，对，很多人说陈老师啊，现在年轻人都买不起房，现在年轻人都买不起房，对不对？为什么会买不起房？买不起房子，对，官商勾结嘛。所以你看，他在很多的建商啊，什么新复发也好。啊，什么什么远雄也好，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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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拖拉股啊，你去查查他那个董监事啊，都是那些民意代表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亲戚朋友，不是这样吗？对不对？你去查一查那些建商，他的独监董事都是那些民意代表啊，新北市哪些立委，你去查嘛。他的爸爸、他的亲戚朋友都在这些建商里面当独董、监董，什么董，对不对？那像这个，那像这个 ETF 的那个群益也好、元大也好，真正的后面的老板、董事长都是什么？都是什么？都是那一些财经部长下来的，在里面当董事长。所以当然财政部会允许，这就是门神跟现任的、跟卸任的、跟现任的、跟现任看座位啊嘛，要不然他们能够募到那么大庞大的 ETF， 这个未来会变成宏源沈长生的事件啊。那群益元大就把你那个 ETF 的钱他拿去干什么？不会，他就买那几只啊，大只的啊，大只做样子买一买啦，剩下还有一部分他也不能全进去嘛，那一些就拿来干嘛？他会一下子把你那些大只的股票都买满吗？不可能嘛，买个做样子嘛。然后其他的干嘛？其他的拿来干嘛？其他的拿来干嘛？我就不要再讲了嘛。所以你今天有时候看到一件，今天就棒姐，今天明天再棒姐，后来搞你棒姐，就想了呗，就是你们去买 ETF 那些钱啊都被他们收刮走了，收刮走了以后，他全部都要给你们乱搞。没会啦，不会啦，不会，不会什么东西不会啊？你是天真活泼又可爱啊！所以啊，奇怪，他的 ETF 好像也没什么在动呢，他不错啊，配股配息。你废话，他都削爆，他都削得满满的，他都削爆的，削得满满的。他当然让你赚一点股息嘛，但是有一天股票就很难，股票就很难讲了，股票就很难讲了，股票很难讲了。所以陈老师，我常跟大家谈很多观念，就是说有些东西你要自己要知道。我陈老师，我很少会跟大家讲什么基本面、技术面的。你看看这个，你看今天大同，我这个跟你讲，你看看他今天涨表现嘛。我就跟你讲，这不是民意代表跟市场派联合起来，林家已经没有了嘛？这讲了几天了？啊，这个字你看不懂还是我看不懂？卖地卖厂房，大户主力跟市场派跟主力大户跟民意代表，安尼你看，安尼你看不？我说还会再拉，我说大这个还会再拉，这个还会再拉，大同，你看看这个不准吗？市电、华城、中心电，这不准吗？这没有准吗？这没准吗？你看看这所罗门，所罗门每天收起来，每天收都被分盘了，分盘15分钟再20分钟一直锁了，也不知道锁到民国几年了，永远都不会下来，一直锁。那没有政府嘛，才会有这种股票嘛，没有政府啊，对不？所以我这两天我就跟你讲，你这要注意呀、啊，这个要注意呀、啊。你这个 solo monkey 啊，你新闻你也要注意啊，子公司啊。反正我陈老师讲话，你听就听，你不听算了。我从来我都不会跟你讲什么基本面、技术面的。你看我这里面来来来，今天又拉了，今天大同又拉了。
你看看我这里面哪一个跟你讲到技术面？你看看这个市电华晨、中心电再涨一倍，陈老师你疯了？这涨那么多了还会再涨？我说这个主力很厉害的，这个操盘高手市电华晨、中心电这三只主力大户再传再涨一倍，哎，够威啊！你是看无？你看无吧？唔敢买啊！那管啊，乱了唔敢买啊！你的眼睛如豆，你都永远注意到你那几只，永远在看技术面、基本面，你也 OK 啊。我今天跟你讲，今天这个周末啊，我上你几个股票，拉近一点，3490单标锦上添花，3490大力多，有很大很大。我跟你讲，这个不算有什么内差啦，这叫小内差啦。我跟你讲，这个也不算有什么内差，这个都到小内差。我今天给大家一支最大最大最大的大内差，20几块你啊！这一支单标锦上添花3490，单标锦上添花，超级超级超级，有什么超级超级的？我跟你讲。我讲话是无人爱听啦，你看进前这支啊，你看这支啦，刚才我一个人在讲啦，真的是这是啥小啥小啥小，以后你就知影啦，这世界变一个啊，一直吃一直买一直上一直上，是谁讲的？谁讲的？20几块，今天到多少钱啦？你看看变一个，光宗耀祖，要上第一，这都没什么，这都小 case 啦。我跟你讲，这支股票啊。3490把它记住了，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我只问你未来大同、华晨、市电、中心电，那个叫内差吗？真正我告诉你，你不要问我这个未来会怎样，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会被录什么录什么，我们不要讲那个东西录什么啊会不会他的一个，我跟你讲，这支20几啊，以后啊，我这边跟你写大消息，超级超级的大消息，有一天啊，陈老师啊，3490把它记住，3490 20几块，349020几块。我跟你讲，我这边给它单标啊，这一口大有井啊，这一口大有井啊，会不会锦上添花？锦上添花，大有井啊，你讲大有井这一口大有井，很多人不信啊，我讲的东西人家说，哎，陈老师啊，我才没在信，我才没在信道呢，我知道啊，我知道你没在信道啊，啊，你有在信道不？啊，到尾啊，你看一直胖胖胖，光宗耀祖啊，一直去你啊，啊，你没在信道啊，你都没在跟他信啊，这有内差吗？这个有内差吗？我陈老师，我讲股票，我不会跟你讲那技术面、基本面，我不会跟你讲那个什么这个有什么技术面、基本面。我已经跟你讲，这被市场派吃掉了嘛，大同嘛，他今天不拉到这个，他怎么出？你不要去看他的基本面有什么利多，好不好？人这人就是要搞安诺嘛，人就是要搞安诺，大同大内渣，市场派结合渣渣，注意，对不对？蓝白大对抗，蓝白大合作。我陈老师讲话，这哎，大动呢，陈老师啊，你有讲啊？我上次不是跟你讲来，赶快来要资料嘛？你赶快的目标价，我跟你讲非常重要。哎，有动啊，动啊笑哎哈，动啊笑哎啊！我跟你讲，这个没有什么，这个有很凶吗？这个有很凶吗？
这个有很凶吗？我跟你讲，真正未来，什么叫单标？你知道？我这边跟你写几个字：大消息。哦啊，我这边再另外给你，人家都是大内插了哦，最多就大内插了，最多就大内插了，最多就是大内插了。哦，你说我有一次的运气吗？大内插哦，你说我有两次的运气，好，没关系，也是大内插。你说我有三次的运气，哦，没关系，三次的运气。你觉得会有四次的运气吗？那我这一次我给你写大大大内叉叉叉。哎，各位朋友，你不要永远眼睛如豆。什么叫眼睛如豆呢？就说你永远看到都是那几只被套牢的，永远看到的都是你的 ETF 今天涨了 0.00000 多少。你不要看那个东西，你要看要看远端。这一摇啊，你讲啦，用陈老师啊，来拉近一点。我跟你讲哦，未来啊，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未来赖总统之后。很多人在问我说，陈老师啊，赖总统之后有没有那种在赖总统未来四年那个倍数最大最大加最大加最大的倍数的10倍20倍30倍的？我跟你讲，不是一倍两倍三倍，在赖总统未来四年有没有那个10倍20倍30倍的？不是一倍两倍三倍哦，那个我看不上。我再讲一遍，有些东西不要讲破哦。陈老师，这个会涨？我在讲的时候连一天才50张，最低最低点，这个会涨，这个会涨，这个会涨。你又不相信我，你又不相信我，你又不相信，你一定要看到什么技术面基本面，我这里面哪有什么技术面基本面啊，我这里哪有啊，你都要看技术。我都跟你讲，你不要管他是做什么的嘛，赚也没赚几块钱，他今天他能这样拉，这幕后没有人，这不是政府在操盘啊，这政府上来市电华城中心店，这起到就红呢，已经涨很多了呢，我还跟你讲再一倍啊。啊，陈老师啊，我哪知道他这个会涨上来啊？这没什么，有没有那个才刚开始almost going up， 有一天飙起来吼，然后一天飙起来吼。啊，你知道意思吗？然后一天飙起来啊，飙起来吼，飙起来的时阵，我跟你讲，你就知影什么叫做3490了。我陈老师常跟你讲说，人啊，你要想到一个重点，不要眼睛视眼睛如豆。什么眼睛如豆？就是说他永远啊，我说买 ETF， 大家都在买 ETF 啊，高股息配股息啊，要不然就买那个自己永远看到的那些，也看不到什么。然后呢，就是很绩优，然后就一直爆，一直爆，一直爆。你看看我讲的超准，你看看这个东西，你看看这个我怎么讲的？3月8号，我说啊，你一张都不能卖。好，3月8号啊，那时候才多少钱啊？才多少钱啊？我今仔日我无内差。我讲520小音没欢喜，再个小姐小音呢，再个小姐小音呢，那是当初3月8号是涨什么时阵，全部卖掉也不买台积电了。台积电我跟你讲还没完没了嘞，还早得很嘞。
算了啦，我陈老师我就常跟大家讲哦，大家都这样都在笑，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你看看这儿，这什么东西，这个字全部卖掉，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全部卖掉了，全部不要，全部卖掉，一张都没有。我今天跟你讲为什么，我常常在跟你讲，我给你的很多资料啊，我给你的很多资料，各位投资朋友，这个都是宝。为什么我的节目叫做股市之宝？好啊，我为什么我的节目叫做股市之宝？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啊？啊？为什么？你没有一只有，这上面你没有一只有。啊，你没有一只有。我跟你讲啊，这哪一摇吼，那一直弄起来啊，这要一直弄上去啊。我跟你讲，有些东西我现在也不好跟你谈啊，你懂吗？有些东西我不好跟你谈。有人在问陈老师啊，赖总统未来四年，你来跟我讲有没有那个可以涨十倍、二十倍、三十倍的？我跟你讲，不是一倍、两倍、三倍，你要去买 ETF， 你去买啦，我看你是能赚多少啊！你小心，我跟你讲，你那 ETF 的钱都被那些元大群益都玩光了。他当然会给你配息的，因为他赚翻了，他赚多你赚少，他就分给你一点嘛。因为他集资嘛，他把那个钱都集中起来嘛，他当然赚大的啊！你都给他集中，你当然可以分到股息啦，那分你一点就好了嘛，他也会让你赚了。我跟你讲，你要问我未来这四年，赖总统这四年有没有十倍二十，不是一倍两倍三倍哦，不是一倍两倍三倍哦。我讲话哦，我告诉你，永远到最后哦，比我讲的还夸张啊，比我讲的还夸张。每个人看陈老师的节目都知道，比我讲的还夸张啊。各位，今天这份资料3490单标锦上添花，各位会不会有 good news？ 不知道，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迈向20000点新时代，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迈向20000点新时代，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惊喜专线02-8511-3366，8511-3366。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也协助您实践梦想。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相信专线02-8511-3366，8511-3366，鼎业投顾。
看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各位，这个有很夸张吗？这有很夸张吗？这个有很夸张吗？这个有夸张吗？各位，未来更夸张的，会不会有十倍、二十倍、三十倍的东西？你不要说我夸张，到时候更夸张，有没有可能？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好好把握，谢谢。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